啉一杯敢无侪，无侪啦。啊，啉一个咧，嘛无侪啦。啊，你无啉一罐咧，嗯，嘛无侪啦。啊，那啉一汤咧，安尼有影足侪。哈，这吼、哦，什么叫做咬？看你安那比，你讲德杯啊，甲德国咧比，德国讲我足咬，但是德国简咱安尼。 几罐来咧比，即罐讲我较熬，但是你即罐若要甲即桶来比，即桶讲我上熬。做人袂当骄傲啦，袂当想臭亏啦。你熬，别人都比你比较熬咧。所以，啥物叫自信？自信是讲我上熬，我上厉害，我叫做自信，毋是？自信就是讲会晓欣赏家己个优点，但是。 嘛，会晓接受家己诶缺点，这才是真正诶自信。一、这个有自信诶人，未因为伊诶缺点，叫人提出来，共人变面，即叫做自信。即、这个有自信诶人，伊承认我有缺点，我毋是神，我哪有可能无缺点啊，我一定有缺点。哦，但是就讲，即、这个缺点，并无造成我诶伤害，我诶缺点。 也未减少我诶价值，这個、叫做自信。做一个真正生，即、這个真正有信心诶人，伊是会接受家己有缺点哦。伊毋是一直想要把缺点藏起来，伊未一个真正足有信心诶人，伊感觉讲有有缺点？逐个人拢有，这是足正常诶代志。有一个主持人吼，大家听那个笑笑讲吼。 你目睭安尼眯咪啊呢？哦，一个查某的啦，伊著讲啊，伊讲，诶、欸，我诶目睭开玩笑，人我诶目睭是吼，属于吼一个足球唱歌诶，叫做林忆莲，人我诶目睭是林忆莲的 l e 呢？哦，我们都是凤眼，哦，凤眼，只不过吼，人伊是凤凰的凤，啊，我是门缝的凤。 蒙棚吼、哦，我目睭敢那蒙棚感觉一米啊尔呢，即要大家笑噶一啊，哈哈这就就成功啊！啊，目睭视力变咯，变乌较大玉嘞哦，唔是安尼嘛！啊，目睭视力就承认目睭视力那样紧，咱甲己小可小看甲己啊，那样紧。这个是高人，高人就是讲，伊无感觉甲己诶缺点是是作太高，还是讲吼？ 足毋敢提出来讲诶代志，伊讲我就是安尼㖏，即是我诶缺点，我身材诶缺陷，我就是安尼，我大块，我就是大块，讲我大块，所以人常常拢叫我熊猫，啊，大家就爱一直笑一直笑。即、这个人一路会当接受家己诶缺点，毋通常常自卑感，即、这个人就是有自信诶人，即、这个人就是成功诶人，即、这个人，若感觉讲？ 我甲人无共款，我未自卑感，即、这个人就有机会通成功。你像咱即马吼，最出名诶一个咧画家吼，叫做莫奈，捌听过无？吼，你若去国外吼，听着讲，即、这个博物馆内底有伊诶作品，逐个拢嘛烧钱买票要去看，最出名诶，迄叫做印象派。你敢知影，讲，伊甲伊诶朋友拄开始，迄阵因伫法国，拄想要开始。 一种新诶画图诶，这个作风吼、喔，要甲传统诶无同款诶时阵，无人甲欣赏。伊诶朋友吼、喔，捌画一张图，叫做野餐，就是讲出出去外口咧野餐啦、啊。啊，人个比赛吼、喔，伊送去比赛，你若我到底即个比赛得奖吼，啊，那不得了，代表你有同时即个艺术界拢会甲你肯定。结果。 伊不但无着选，即莫的朋友吼，不但无着选，甚至呢，迄、那个大会甲讲，你画这山，你这根本都无算画图，无够资格安尼。哦，足大的打击呢！但是伊无感觉。什物叫做有自信？有自信就是讲，我坚持我的路线。 你敢无共款，我无要紧。毋是讲我足骄傲，我为什你拢看无啊？我报复，互恁看呢？毋是，一个真正有自信的人，著是讲你若无欣赏我，我嘛不要紧、哦。我接受讲，我为即个物件，毋、嗯、是逐个人拢总会欣赏。我毋免度写一篇文章，度爱全世界拢甲按赞，毋免度安尼。我出一个作品，度爱全世界大卖。 毋免度安尼，不就是真正有自信的人，伊是无需要别人互伊肯定啦，所以著是安尼默内即定，因为伊准无人用即种方式去画图，所以因的作品哦，定定叫同时遮主流啦吼，主流派吼，拢甲伊批评啦，画啥啥碗糕啊，伊敢若即个意思啦吼，啊是咧画啥啦，伊诶，画图比例拢毋对嘛。 一光线拢毋对嘛，伊个啥物拢毋对嘛，伊个拢安怎安怎安怎，吼、哦，批评甲足厉害啦，哦，但是因即阵少年艺术家，因着安尼笑笑啊讲无要紧啦，艺术家，吼、哦，毋免甲人生气，人别人无欣赏，自然有人会欣赏。所以阵呢，因为家己开一个展览，啊、哦，因为本来讲我去比赛啊，有人肯定要展览嘛，对无？ 伊讲安尼无要紧啊，你若无要看，阮家己阮即顶阮家己展览，啊，啊、这个，即个展览诶名吼叫做入选诶作品，著、就是讲拢互选无着啦。哎，你想要看讲是虾米款诶作品互选无着无？啊，你来阮遮看。你若要看吊顶诶去遐看，啊，你想要看无吊顶诶虾米叫做无吊顶？啊，你来阮遮看安尼、啊啊啊。结果人来看，足侪人讲一边呢，我感觉恁这回了嘛足好诶呢。咱看哦，看了新啊咧吼。 看恁这新诶呢，无人看过恁这是啥物派别啊？安尼，所以就安尼，因是伫即种诶背景之下，伫无方认同诶情况之下，才发展出咱即卖叫做印象派，诶，一个另外一条路线。所以吼、哦，人生活者世间，你要接受家己，甲人无共款诶所在，你毋通一直想要人甲咧褒，人甲咧恶路吼，唔通安尼想。今日叫你信金刚、波罗功，我承认。 我无要做神，我是一个有缺点嘅人。阿、啊、保罗讲哦，我家己嘛知影因为上帝我足大启示嘛，因为上帝将我灵魂提到天天顶去嘛。上帝知影讲我即种人吼，我有即个特殊嘅经验吼，我一定会骄傲。我感觉即个讲法是也是了不起嘅讲法。那伊斯兰嘅文化就是干呐？伊斯文化就是讲，虽然上帝有甲他吊去天顶。 虽然我有得着足大的 case，但是我这个人吼拢未骄傲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！我感觉上帝足奇妙诶呢，我拢毋知影虾物叫做骄傲。哎，啊免啊骄傲吼，我未晓呢。吼、哦，我即真番足奇怪，啊，尼上帝呢送我即种人吼，啊我足大诶 case 吼，迄别人吼，若要讲祈祷吼，要祈祷三点钟，啊。我祈祷吼三分钟伊就好起来。啊，别人咧祈祷吼拢治感冒吼。 我上帝寫足字，我咪毋知为什物上帝选我，上帝选我，拢上面啲啲感情嘅，爱感情哦，我喺基督里吼都最好安尼，好奇妙哦安尼，好欠打啦，上物好奇妙，但是有啲人，咱就是家己足想咩表现讲，我呢个人拢袂骄傲，你愈表现人愈感觉你骄傲嘛，不論毋是，不論伊到承认我呢个人吼人性。 一定会骄傲。上帝，互我看足侪启示，上帝，互我足侪能力，上帝，我真侪温书，啊，个我诶背景，个是高级知识分子，我伫罗马，学因上届好诶即个知识，我是罗马诶系统内底上届好诶，好毕业诶。所以上帝知影我即种人一定会骄傲，我嘛知影啦，我即种人我比别人拢较牛，我一定会骄傲啦。 所以吼、哦，上帝吼、哦，伫我身躯顶吼，有放一个刺咧甲我插。保罗就讲，所以即段话上海宝贵就是，保罗承认伊是一个会骄傲诶人，即是咱做人吼、哦，第一个你爱承认啦。毋通讲我未呢，哎，人我即个人拢未骄傲呢，我毋知影是想哪可拢未骄傲呢，足奇妙诶呢吼、哦。吼、哦，你去讲，你去讲，人听未落啊啦？ 你著是爱承认讲，我嘛是骄傲的人。我我我跟恁共款，我拢完全无啥物特殊哦。恁有偌软弱，我著是偌老软弱哦。啊，恁有偌济困难，我著是有偌济困难，我根本都无啥物特别。我跟恁共款，所以我知影我是一个骄傲的人。上帝嘛知影我种人若比人较好，我自然我著会骄傲。所以上帝吼，有我一个刺得甲他插。我若想要骄傲的时阵吼，迄个刺插落去吼。 我著哀哀叫安尼，啊，保罗嘛足趣味诶。呢，伊拢毋讲迄个词是虾米，啊，所以即个新阿家大家哩摇来摇去，摇来摇去，有人讲伊目睭歹哦,哦，啊，有人讲伊身体歹，有人讲伊身做歹哦，足四种诶啦，无共款讲伊有一个词安尼，啊，保罗讲我无要甲恁讲虾米代志，话知著好，迄个词是虾米吼？你不要那么八卦啦，毋通里边问啦。 迄无理嘅代志啦，迄、那个饲我家己知安尼著好啊。到非地吼，上头放一个开关伫我遮啦。我若想介绍，就较饲落吼，我著叽叽叫安尼。所以我定定我若看着迄个刺，我若想着迄个饲嘅阵吼，我著知影讲啊，我其实是一个足无好嘅人。我若想着讲，我甲一般嘅人著、就是一模一样，完全我著是一个真平凡嘅人。 啊，什么时阵我若承认我是一个足平凡的人的时侯，什物时阵我都毋敢骄傲啊！这是咱在圣经内底一个足特殊的一个角度，一个人承认家己是犯错的人，承认家己是爱受伤帝管家的人，安尼，咱会较平安。你若愈认为你足特殊的，你若愈认为讲我未，我毋是迄种人。 哦，别人会我绝对呗，啊，你着你着带咧等，足紧哦，你着破功啊。现金有另外一个人就是脚劲的破功，跳棍就等下了自动互你聽。欢迎，等来到三明直播，人毋通骄傲，圣经内底有一个人。 即啲人嘛，未当讲伊骄傲啦，但是都是足啲嘅啦，叫做卑劣。当耶稣讲：啊会会我「哦，讲啊，恁大家哦，拢会离开我啦。恁是人啦，恁係惊啦，恁係軟弱啦，恁係差啦，哦，即係都難免啦。彼得讲：「我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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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唔。那大家拢会，我唔，我唔，我唔。即叫做自卑感。唔肯承认家己。 会失败，毋肯承认家己会犯错，啊你人人！你愈毋肯承认诶人哦，愈搞犯错。所以耶稣足趣味啊，讲你袂啊，你袂吼、喔喔、？OK，拍拍手，真好。我甲你讲，今仔日个应验，哦，你得三摆拢无认过，你袂？你比大家更较严重。我甲你讲。 耶稣讲你拢会离开我，别人想讲，哎哟，讲不定会对我可能会离开伊吼。咱家己有自觉嘛，迄叫做自我察觉嘛。咱家己有感受着讲我可能会做毋到嘛。敢有一个人完全不知不觉，即、这个人就是彼得。彼得讲，我绝对袂哦，耶稣啊，你都毋知影我偌死东来呢。吼、哦，死东毋是摕出来讲诶，哎，都要摕出来讲，啊你，你要讲。 啊，你要讲耶稣都互你斗气啊？耶稣讲：啊，你若讲即呢？话你拢毋知影你是什么人嗬？你实在足无自我了解诶呢？耶稣讲：，好好好，你搞你搞你搞，全世界拢失败，敢若你未失败？全世界人拢会惊，敢若你未惊？啊你第一名，诶、欸，我甲你讲，你上严重，你毋若一拜来获结果，你诶三拜。 人讲你是我的学生，你讲我毋捌你出卖家己嘅主人，足恐怖嘅呢！真正足恐怖，你若认真想吼，比得三拜讲伊毋捌耶稣，甲犹大甲耶稣卖掉，你到底倒一个较严重？你若认真要比，其实足歹讲嘅哦哦，迄、哦、是警察讲，即、這个犹大卖耶稣，佫卖有钱安尼尔。 但是你若对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你讲，人至少优待未压缩，至少压缩要有一个价值，至少要阁卖三十两咧。你比得你咧出卖压缩，讲我毋捌你，你连一两都无，都都压缩完全，互你讲较无价值啊！你在这只讲我毋捌你，我甲伊无关系。啊即物到底生不人较严重？其实做歹讲咧，优待未压缩，人未压缩一摆年咧。 你必定你出卖耶稣讲我毋捌你，我毋捌你，我唔怕你。平常时啊叫老师，老师，老师。哦，平常时要解耶稣亲家呢。哦，平常时啊讲耶稣，我一定保护你，你用心，我有你靠，有我着对啊。讲家呢那真诶呢，啊出代志。啊，我毋捌你，我毋捌你，也唔是我个代志安尼。胆小鬼啊，啊啊！即种人三拜无认耶稣，实在讲吼，伊诶罪敢会记比犹太较轻。 无一定哦，耶稣捌讲过哦，恁伫人诶面头前无认我，我将来伫上帝面头前也无认你哦。啊，啥物人无认耶稣必定呢？迄是好加在落尾，耶稣对希腊句话有来原谅必定。啊，无咱真正这么怀疑诶，必到底将来毋知有得救也无咧。因为恁伫人诶面头前伊无认耶稣啊，啊，所以现在朋友吼，人未当计较钱。 千万毋通任你讲，我未啦，哦，我你要注意咧，你甲你某尼，你都毋通外口走人。哎哟，那有可能啦、啊，当你嘛好啊，我是迄种人哟、哦，我都毋是即种人嘛，我甲你讲危险，足危险。哦，你就是爱讲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查、個、甫人吼、哦，真正拢足歹讲，所以我一定要甲阮某感情更较好咧。哦，我千万我都毋通。 叫魔鬼用即个方式甲我拍倒，你安尼颠倒安全。好，人讲诶、欸、你的主要即钱哦、喔，毋通想贪哦，卖啦、啊，哎哟！但我今迄种人，钱对我来讲都无啥嘛。我我袂为着个钱我買我買你你買、喔，啊、我卖啦，我卖啦。你讲你卖吼？那好，我甲你讲，你讲你卖魔鬼就讲，我才不信。你讲你卖，那魔鬼本来咧困，听讲你卖魔鬼讲，哎哟，你卖哦，哎，我我有趣味哦，安尼我有兴趣哦、喔。 你无想我甲你创讲一个，我,我知会知你也也袂，吼、哦，所以咱毋通讲迄种伤过夸口嘅话，来引起咱家己犯罪嘅机会。啊，即、这个保罗就是讲，我知影，我会，我我,己我家己我八甲足头嘅。伫正人嘅中间，我完全毋是一个熟练嘅人，我都是万恶嘅罪魁，我是一个足够做歹人。 我定定想，拢想啊，真好啦。但是我做做，噶真歹啦。我足了解我家己个啦。若要犯罪，我第一名啦。若要做歹，我第一名。啊，若要讲，我万个甲高讲啦。迄就是我，甲高讲个是我。啊想我我，上合歹做也是我。我即种人真正有够害害，我家己足了解个。啊，像我即种人，上帝今日教我看到足大多启示啦。我太惨啊，足危险个。我即个人真系无稳定。 啊，搁得到遮济温素，吼、哦，这实在是敢若规身躯拢歹炸桃啊咧。毋知当时欲爆炸，所以讲上帝吼，有卡安一个开关伫我诶身身躯顶，啊，就是讲随时我想着我家有即个软弱，我想着我有即个毛病，我想着即个部分诶时阵吼，我都消风气啊，我都毋敢啊，我都被上帝提醒，讲毋通袂记得你虾物人吼、哦，毋通叫是家己诚厉害吼、哦，毋通买溜吼跳甲天顶去吼、哦。 比的、这个，还有这个保罗讲，我足感谢上帝，我足感谢上帝，极了解我。上帝生我这种人，当时要出代志，我家己都毋知。所以吼、哦，上帝有咧给他控制，吼、哦，好家仔，上帝有咧给他控制。因啊，上帝无咧给他控制吼，我、哦、当时出代志，我都毋知啊。所以这个态度，这个则是咱信信仰所有人，咱应该学习的这个态度。咱就是要承认。 甚至讲我即个人足高怪啊！你都毋知哦。吼，我即个人吼，真正足卑鄙。我即人其实我足消遣的，毋通感觉家己偌神圣，毋通感觉家己偌君子。吼、哦。所以愈了解家己个人愈谦卑，啊，愈了解家己个人吼愈安全，愈未出代志。这是今日一个足趣味，以一种无共款的角度来看代志。 所以，一个人会给你，你爱欣赏家己的优点，你嘛爱接受家己的缺点。你愈承认家己的缺点的时候，你是一个愈正常的人。你愈我多接受家己的缺点，我那是这种人吼。你我多接受家己的人吼，你也我噶真痛苦啦。好，直接继续收看，多谢。 无论少年安怎欢，至少食老有通玩、哎。啊，就是啊，我无安少年安尼，哎呦，冤家，小块代志安大项小项，两个安尼打嘴鼓、打架呢。但是若食到老吼，哎呦，嘛至少要有人通玩 所以我就是阿母哦，才甲老公要离婚吼，但是等在伊就已定吼失去老婆的人，伊就甲讲，哎哟，你至少要有人甲你弯哦，啊，那是我那想我这么滚刀，我那想我一个，拢无人甲我弯哦，啊，你讲你囡仔生子，囡仔虽然虽然无用啦，怎么只落时代？ 哎，现在大家拢吃无营养，有人在陪咱呢，哎，真少是安尼啦。所以咱嘛体会吼，迄老婆，咱较早讲老伴，老伴，迄老伴真要紧呢。哦，至少你伫饮茶个时阵，也有人通干杯啊。啊无吼，家己一个呾物咧数呾物咧，作作作作安尼，有时阵就感觉讲，哇，跟他讲诶，下，一种孤单感觉。 所以咧，奉劝哦，咱这少年啊，你即马咧玩，你讲玩玩玩家两个要切切的哦哦，你就少发想一下啊，因为有时你等咱老的时阵哦，咱就无价得啦。等家你有一天你食到老的时阵哦，你搁用钱要请人话，无想要家你做伙，你知无？歹斗阵啊，迄尤其讲，迄那是自细汉到老。 啊！咱也拢无钱，两个人有建立关系诶。人，迄个一到老的时阵，著算朋友要甲你顾，迄有哪法顾？啊，你即个人著孤特、孤僻。嗯。啊！但是若讲，想讲即马只阿阿某虽然讲两个人做些个性袂合，但是毕竟是做伙二三十年啊，四五十年啊，所以那一到老吼。 那两个人嘅性命，敢若拢已经去交做伙去啊！所以，老伴老伴，真正真重要啊！所以咱毋忘咱嘅朋友哦，你做么来看一个节目嘅人，哦、啊，看一个喺你身躯边嘅人，是个该看一眼，啊，笑笑一个，该讲一个啊，感谢感谢哦，人生有你，才是快活。 俺那子占了。